张俊博这次数学考七分，你让家长来一趟吧啊！妈妈叫什么名说一下，我记着。王秀梅，我高中班的也叫秀梅。我妈也在高中当老师，一中呢数学老师。啊，你回去吧。啊，老师再见。嗯。哎，李老师，我说张俊博妈妈，这孩子的成绩你是不是太不关心了？是我平时忙，我你上外边站着去吧，坐300个蹲起。嗯。秀梅，哟，李雪，哎呀，你说我这急赶慢赶的，学校那边忙，咱有啥事别老找我来啊，小雪。停，别跟我套近乎啊，王秀梅家长，我现在是李老师。校服呢？昨天吃饭崩一身油，我妈给我洗了。那你妈咋不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妈说在学校都小事儿，不用说。小事儿，在学校什么是大事儿？让你妈明天来一趟。哦。陈慧芳，谁叫我？李雪，哎，老师，你是调这个学校来了吗？哪呀，我儿子的事儿，把昨天的校服让我洗了，今天没穿了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班主任让我来一趟。啊，你说现在当班主任的都这样啊，有点小事儿就上纲上线，屁大点的事儿他都得找家长。那咱也不能说啥呀，他等会儿说啥咱就陪着笑就得了。妈，哎，你跟我们班上聊啥呢？你这几天怎么老迟到呢？晚上学习学的晚，早上有点起不来。这扯还学习？那你不要把你妈找来，我问问。我真学习啊，老师。那你把你妈找来，下午1点办公室准时。哦，都1:15了还没来，怪不得孩子迟到呢。这家长都这样。哎呀，这年头啥样的家长都有啊。这高跟鞋真累脚，我得换双鞋。老师，你稍等我一会儿，我换双鞋。哦。听着，山老师不在里边呢吗？干啥不让我进呢？王老师，哟，李雪啊，我早听说你在这儿当老师了。你当老师年头不多，脾气倒挺大呀。啊，有事没事就找家长，我就教你这个了。你起来站着，我坐会儿。数学135，语文101，英语12。明天务必让你的家长来一趟啊。哦。就他这两分，老杨，你给分析分析。我分析呀，你就是跟这样孩子有缘。你记不记得你刚当老师那时候，第一届也有个女生，那偏科偏的都吓人。对，有那么个小姑娘，哎呀，那气得我，真是气死我，怎么教都不会。哎，那孩子叫什么来着？叫李雪。对，王老师，李雪，不是你怎么你？我儿子说班主任找我。你儿子啊？王旭。对，我说有缘吧。杨老师，哟，吴小燕，哎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孙子班主任让我来一趟，那您去我办公室坐会儿。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你快忙你的吧。你等我这边完事儿，我没事我再和你聊啊。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张旭奶奶是吧？哎，是，进来吧。昨天晨会的时候啊，校长刚通知午休之后不许去厕所，张旭根本不管那个啊，他就去，我们班扣了5分。为啥不让去厕所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这是人家校长的规定呀。你这个不合理呀。合不合理和我没有关系啊，您如果觉得不合理可以去找校长。孩子他想，杨老师，我给您打了杯水。小吴老师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午休之后去厕所呢？啊，那纪律太差呀，不是能因为这个事儿就哎呦，我真是得好好和你聊聊了。好，现在上你办公室。哎，哟，爸第一次来给你开家长会，必须打扮精神的。那个你们老师叫啥？吴彩霞。教语文那个吗？嗯啊，姑娘，爸能不去吗？爸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得回家。不行，快点，马上开始吧，快去。他的进步是非常大的啊，你可以。一直鬼鬼祟祟的，我观察你半天了。如果你不是家长，就抓紧出去。吴老师，韩旭，你偷偷摸摸干啥呢？我这是有点害怕你。哎呀妈呀，怕我干啥呀？再说了，你都毕业多少年了？对哈，又倒数第二。老师，我爸出差了，我妈早上让狗给咬了，让他打疫苗去了，没人来给我开家长会。啊，那没事，王宇。哎呀，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。你别太难过啊。嗯。哎，各位家长看好座位啊！不是啊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全校开家长会，要不是这老王家孩子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啊。这小崽子肯定是又没考好，他不跟我说。他吴老师，你是冰雪啊？哎呦，女大18变呢，长开了，不上学那阵不一样了。我现在也是老师了。好，王宇，给我过来。家长会不跟我说啊？这是您儿子呀？他说你早上让狗咬了呀？考这么2分还好意思撒谎啊？你也是，他说啥你就信啥呀？啊，不会给家长打个电话问问？就你这样怎么当老师啊？你先给我们开家长会吧，开完别走啊，我跟你聊聊。
我带完这些我直接就退休。我孙鹏呢？老师，我不叫孙鹏。哦，看错了。哎呦，王老师，刘月。哎呦，真是您。啊，咋在这儿呢？今天我儿子开学，我来送他。啊，咱有孩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看到个小子和咱班当时那孙鹏长得可像了。啊，看到他了。哎，我听说孙鹏上大学和咱班谁处对象来的。妈，谁能相中他呀？我跟你说，那孙鹏可埋汰了，可邋遢了，袜子一个月都不洗。还有小姑娘相中他，还这表我填好了。哎，妈，刚才这个老师把我认成我爸了。孙鹏是你爸，你是他妈，那你俩啊，这是我俩孩子。啊，哎妈呀，老师刚才记错了，孙鹏干净，可干净了。小玉，谁告诉你用二元一次方程式解析兔同笼的？我妈呀，她是数学老师，她小学就应该有小学的办法。你妈咋那么会教呢？明天让她来一趟。哦，真是真的自作聪明。老师，我妈来了。嗯，我晚点回去。萍姐，不是。你妈是一中尖子班数学老师王婷啊，老师你知道，你回座吧。哦，我从后门出去吧。哎呀，小玉都跟我学了，人家说我自作聪明，我都要看看她什么水平。哎哎，呀，王婷老师，你是啊，第七届的学生李雪啊？对。哎呀，他班的老师还不出来。哦，我就是小玉老师。那小玉说您用方程教这解题，那我寻思停。我家孩子我从来没教过，估计是总在办公室待着自己看会的。小玉说是您教的，我还以为是你故意。这刘小玉你出来，其他人上自习。